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吴卓羲、周立淇及陈家宝等三月十九日出席活动。吴卓羲好兄弟林峰刚刚宣布与吴千语分手，对此他说：“林峰没有跟我说，虽然我们很熟，我们很少过问对方感情事。其实他真的没邀请我去海洋公园，也是看报道才知道。”被问认识林峰新欢张馨月，他说也是看报道才认识，祝他幸福快乐。提及前女友张馨予与林峰新欢张馨月名字相近，他看到名字有什么感想？吴卓羲笑着说：“后面那个字不一样，差好远，读音也不一样。”林峰在三月十九日出席活动，宣布分讯，正式承认和吴千语结束五年情，还放话感情的事以后都不再说。随着分讯爆出，身为女主角吴千语在社交网站也承认分手一事，称要完全放下感情不容易，希望大家给予她空间。林峰曾疯狂迷恋吴千语，不但对她用情专一，还有求必应，送钱、送花、送名牌。也正因为林峰对吴千语如此痴迷，令家人不满，怀疑吴千语是拜金女。